各位，欢迎收看一家亲。哎，说起我们这演艺圈啊，我们常称说我们大家是一个大家庭。是的。但是真正的演艺圈当中，我觉得互相有亲属关系还蛮多的。对呀。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一对双胞胎。是的。刚刚我们提到了宋达敏、宋一鸣，来欢迎两位的光临。哟呼！我要在那边呐，我这里就好。那他比较高大。差不多啦，你在谁旁边谁不高大？乱讲话。好，要开始我们今天的题目。先要用闽南语自我介绍。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宋一鸣。宋一鸣，欢迎来到连环炮，跟大家见面。大家见面，面还能用炸的吗？跟你打个见面。还有嘞，就安呢，谢谢。好嘞，好，开始。谢你的哈。各位电视头前各位电视机头前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宋达明，就欢迎来连环炮加大机，加大机，开大，就电视机加大机有什么关系？他坐电联车嘛，坐电视机啊，跟大家见面。好，加领巾，程度一定在大学都不太对了。温吉的刚好淡薄，温吉的哈，小孩。好，我们这个也在小学，两个人来。好，今天要是跟两位研究的就是我们家属之间称呼的一个问题，怎么称呼？主要是现在称呼的也不一样了，像以前的人叫妈妈就很多的叫法，对，那现在都叫妈咪、妈妈、mother， 都很多外来语，是啊，还有 daddy 啦。好，那这样子我就先来问这个哥哥啦，请问宋一鸣啊，这个独生子。这个字眼要怎么讲成闽南语？多心囝，多心囝，把它保心囝咯，或者孤囝，哦，孤囝，孤囝，独心柱，独心柱，独心柱。那个老丈人，你以后结婚了，你的丈人岳父，你要怎么叫？丈人。好，那这个丈母娘呢？丈母娘。丈母啊啦，丈母啊，还丈母啊，表哥呢？表兄，堂兄呢？堂兄，好像没有，你这样讲好像演歌仔戏。堂兄，应该是懂的啦，叫个叫伯啊兄，叫伯兄，哎，唔知。啊，那个干哥哥呢？干兄。你给千六合彩的人记住，我就为了共姑的姑母。舅妈了，就是舅妈怎么讲？阿姑，阿姑，阿姑，阿姑的太太了。阿姑的太太。阿姑，我今天没有告蒙面的，今天我受不了这个有效查看。阿姑，舅舅的老婆应该是叫做阿金，阿金要有金，阿金。那叔叔的老婆呢？金木，安金呐，金，阿金，第四声，金，对，阿金，阿金，舅舅的太太，舅舅太太，阿金吗？刚刚才讲过，金呐，阿金，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毕业的。叔叔的太太，阿金，阿金就等他，刚刚太有礼貌了，还要加一个母字金木。好，那。那这个伯父的老婆，伯父的老婆，阿伯，伯父怎么讲？阿伯啊，阿伯啊，阿伯，伯父的太太，不可能是北部啊，北部也对啊，演古装的时候，北部是演哎，北部你华语北部，恰的呀，那个现代的用语，伯父的太太，不知道，阿姆，他知道，他知道。所以成绩差太多，我们今天中学。好，再难一点啦。你比方说，你的太太应该叫你的爸爸妈妈叫什么？大哥，大哥啊，大哥啊。妈妈？大哥母。你不能说女的都嫁一个母啊，那变鸡母了。大哥母，婆婆就是大哥啊。大哥啊，那这个婆婆要叫她的媳妇应该叫什么？鸡。
一部哦、喔。我看你叫咩讲一部，一部啥物？那你即马你的面纹变一部啊？可能。一部啦。啊？胸部啦。胸部。哎，胸部。哎，胸胸背虎腰来。快快靠近了，快靠近了。快接近了。胸部啦。哎，胸部，胸部，胸部。有一句成语嘛，叫做“金胖无好势，金鸡无好打鸡”，就赶快搞啊！对，给。选面包怎么样？啊，怎么会选面包呢？选面包不好意思，然后选金什么金？金胖不好色，金鸡不好打鸡。啊，选金没有不是好，他听到那个胖就也是面包。就问是小胖还是红豆啊胖啊？纺纱的纺啊。纺纱要赶快纺哦，很急的纺就不会纺出好的纱。哎，那如果要赶快急着要嫁，就找不到好婆婆。嗯，哎，不过我们这台湾知道民间有很多的习俗，是，也许年轻一代人不太了解，想请教他们一个问题。好，这个问题啊，就是你知道什么叫冥婚吗？我知道冥婚啊，台语怎么讲？娶什么？娶贵。哎呀，就是少一个字。贵婚。对，耍龟宝啦，龟宝，但是耍新珠白啦，新珠白啦，新珠白啦。哎呦，太恐怖了！我这讲的就觉得蛮恐怖，不是，我突然蛮了解的，当场把他回到中学的位置啊。他应该是大学的。好，来，请二位到这边来哈。我们这里有一个图表啊，嗯，这里面加的宋氏家族关系表，你们两个位置在这里啊，现在知道了哈。现在我请教你，这个人你们应该叫什么？这个人啊，就是阿公嘛。不是爸爸的，姑高中哦，姑丈，对，姑丈，高不二中，高中，高丈，高丈，那这个就是哥，四哥，阿哥，阿哥，这个是，这个是阿伯，这个是。老辈，这个图啊，他们很清楚，对他们自己家里面的族谱也很了解。这个图唯一只有一个问题的，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画的像不像？啊，蛮帅，太帅，太帅了。你说人帅还是图帅？图帅啊，肯定是人也蛮帅的啦哈。好，也二位啊，这个年轻人很难得对这个之间称谓啊这么的了解。好，希望兄弟没事的好好的研究一下，也希望彼此之间可以互相交换啊。有时候你叫哥哥，我叫哥哥都可以。好。下面两个人就在打棒球嘛，希望棒球越打越好。哎、嗯，谢谢二位的光临，谢谢。这个放假来看个袋子，皮皮啊，看哪一个？这个小孩子看这个，哎、欸，这个就对了啊。哎呦。冰冰啊，你怎么了？腰闪到了。什么啊？闪到腰了？妈，冰冰卖拍子了。我帮你收拾哈。马马虎虎，快快点。哎呦，我闪到的是腰，你头我都不会注意干什么？你凹下去，我哪知道哪里是腰？哎呦，你闪到了，你就多休息嘛，休息就好了。哪那么好命还休息啊？一大堆事情要等我做嘞。各位先生。现在就是发挥我们男人体贴的时候到了，老婆受伤应该让她多休息，反正她休息几天就好了嘛哈。那老婆，你受伤你就休息，家事我来做，要折衣服是吧？我来折，这折衣服小事情嘛，男人嘛，这事太简单了啊，我来折。真的吗？真的。你不介意吗？我介什么意？夫妻嘛。老公谢谢，各位太太，如果老公忽然这个慈悲心大发，你别看他平常这个木头人，他有体贴的一面，但他要他帮你做家事的时候啊，千万记得要鼓励他，不论他做对了做不对了，做好或者做不好，你千万一定要记得，一定要鼓励他。老公。哎呦，老公，谢谢你哈、啊！应该，老公第一名哦，老婆折好了，衣服折的怎么样？哎，老公，万岁！老公，第一！哎呦，好，哎呦，衣服折好了，现在你不要到你休息，我去帮你洗碗哈，真的洗碗，嗯。你洗碗好，老公啊，哎，老婆，阿伟。
我想我们来换车好不好？这个换车可以呀、啊，只要你喜欢的话，看是红色还是白色啊，都可以，你随便选一个颜色好了。老婆，嘿，我听说现在那个进口车要降价。啊，对，就是进口车现在比较便宜啦。如果你喜欢的话，我们也可以去车行看看啊，看有什么新样子啊。老婆，喂，你看好要买大一点还是小一点的，好不好？只要我们两夫妻加一个小孩子嘛，也没有多少人，我想也不必太大了啊，够坐就好啦。老婆，没事。老公。老婆。婉琪好了、老婆，我也好了。啊、你辛苦了，你喝杯喝杯茶。嗯，谢谢。哎呦，这是什么？你买汽水呀、啊？啊，这个好像泡沫多了一点，还蛮像汽水的。嗯，不是啊，这个可能是我那个洗碗巾没有清洁剂没冲干净，那没关系。啊，那不要喝嘛。好，那那我婉琪好了，我去洗衣服。洗衣服第一名哦，第一名哦，洗衣服第一名哦。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妖精哦，哎呦，这废话我把它下个存沙地了。你看老公做事情就是这样子啦，碗面有洗，碗底还是油渣渣的。哎呦，整个水槽脏兮兮的。你看这个男人就是这样子，做事情啊，粗心大意。老婆，第一名哦，那衣服洗好了。对。可是好奇怪哦，这件裙子是我买给你的，我记得买的时候是那种小白点，怎么会现在变成那个大白点呢、啊？是不是我把你给洗？要鼓励，要鼓励鼓励，老公，现在反正流行的是比较大点的嘛，那小点的已经不流行了。谢谢你给我创新的衣服，我又好像多了一件新衣服，谢谢你。第一名啊，对，你休息，腰痛，谢。好，那我衣服洗了，我现在去擦窗户。妹子，不用了，妹子，腰痛，你休息，我去擦。我觉得好奇怪，怎么做一点家事会闪到腰？我就不信。真是太小瞧了哥的男人本色。拿了擦窗子，不沾我的衣服，我的裙子。没关系，要鼓励，要鼓励。完了。那老婆那个窗户被就是，没关系，要鼓励。还有什么还没有做？没有啦。不是腰在痛。我腰好了，没事了，都被你治好了。衣服。下不下不一顿吃掉3500 KTV 呀、啊、去吧不好像是个暴发户回到家里哎汽车贷款还没付可是十分有趣新闻多无趣，我们的报法不一样。别人是报忧不报喜，我们是报喜不报忧。冯刚、王林，大家好。现在为您报道新闻。根据环保署一项最新的报告，台湾地区空气污染单位面积的排放密度早已经远高于美国了。是的，而且空气中悬浮微粒的排放量比美国高出44倍，消息传来，举国欢腾啊！同胞们，我们终于有一项记录领先美国了。是的，由于悬浮微粒的排放主要来自于道路上的灰尘跟工业制造的过程，因此将来台湾的车辆跟工厂数量激增的时候，台湾地区空气污染的程度将使美国更加的望尘莫及呀。是的，我们又创造了一项奇迹。当然这都得归功于大家的努力，如果不是很多工厂排出废气，很多的民众爱用乌贼车，我们是不可能创造出这项辉煌的成绩的。但是同胞们，我们不能因此而满足啊，我们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污染污染再污染，
让台湾空气污染的程度达到世界第一，加油！让我们呼吸的空气中永远充满着一氧化碳、二氧化硫，还有各种碳氧化物、碳氢化物、硫氧化物。这样子，我们的学生在上化学课的时候就不用进实验室了，他们只要这边抓一把，那边抓一把，手里揉一揉，就可以起化学变化了。不过另外呢，我们附带要提醒您，如果您打算投资赚钱，我们建议您经销两种灌装空气。对，一种是进口净化空气，例如瑞士的空气、纽西兰的空气，提供给台湾的民众使用。是的，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出口台湾的空气给需要震爆的地区当作烟幕弹。我们提供这两种赚钱的方法供您参考。对了，各位如果赚钱的话，千万不要忘了分给我一点红利哦。王林，人家穷嘛。报新闻。好的，接下来我们报道另外一则新闻。最近有某知名的女歌星因为服用不当的快速减肥药，导致精神无法集中、内分泌不协调以及身体不适等并发症。消息传来，全国不敢减肥。是的，我们在此特别呼吁所有的民众，减肥是一项长期的工作，绝对不可以速成的。坊间有许多标榜快速减肥的药物都含有安非他命或是其他的兴奋剂，服用之后呢，一定会有后遗症的。根据有关单位表示呢，目前市面上只有一种减肥药经过他们的核准上市，而且是医师处方用药，不能刊登广告，因此一般的减肥广告呢，皆属于夸大不实的食品广告，或者是根本未经核准的禁药。这实在是太可怕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一位服用过这种禁药的妇女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这位小姐，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不妨把头抬起来。这位小姐要请问一下，您服用这种药有多久了？3个月。服用之后，你有什么感觉吗？就食欲不振啊，精神不能集中。请问一下，您是使用哪一种牌子的减肥药？我今天带来了，你自己看一下。这位小姐，你有什么话需要呼吁我们社会大众的没有？就希望大家不要相信那种不实减肥广告，他们真的是害人不浅。哎呀，真是语重心长啊。谢谢您收看今天的报喜不报忧，我是冯刚，他是王林。最后让我们大家欢呼，大家幸福，社会安康。我已经服用这种减肥药1个月了。你讲话的时候不妨抬起头来。在西太平洋有一个美丽的岛屿，继承了古老的文明，又发展出自己的文明，形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 ROC 的文明。请收看伟大的 ROC 系列。如果您在清晨看到一个人刚刚从外面运动回来，面对许多户人家信箱里的报纸，他只拿自己家里的；看到别户人家的报纸掉到地上，他还会帮人家捡起来放回去。您看他多可爱呀！如果这时候您看到另外一个人一大早起床，不是为了要做运动，口中吹的口哨悠哉悠哉地走着，装作是在散步的样子，可是他经过每一个信箱，他都会装作不经意地看一下。忽然他发现旁边的公寓的信箱非常的狭小，报纸都塞在外面，心里非常的兴奋，表情立时镇定，然后以非常敏捷的身手，一份也不放过地把报纸搜刮殆尽，然后再吹着口哨很愉快地回家。等一下先生，一日之计在于晨，这些报纸好像不是你的。我是一日之计在于偷。如果您看到这个人多可惜呀、他竟然也是来自咱们伟大的 ROC， 他也持有咱们 ROC 的身份证啊。伟大 ROC 的魔种大哥大贩卖商们，我是伟大的 ROC 大哥大贩卖业者，
自从我们 ROC 开始流行大哥大以后，哇，如水银泻地，几乎是人手一部。据说我们国民平均的拥有率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名，我们马上就要变成大哥大王国了。我是很有投资眼光的，既然大家都那么爱用大哥大，那我就来卖大哥大嘛。喂，来买大哥大哦，一支100元。你们一定会以为我是神经病，干嘛卖那么便宜啊？其实我卖的不是真的大哥大，我卖的是大哥大造型的产品啊、譬如说，好了好了，不要再装了，这些都是我的职员，我们都来卖大哥大。啊，大哥大队伍扫息以后成班纵队集合。扫息，雷腾。现在向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首先向各位介绍我们的新产品，就是计算机大哥大，可以做计算机使用，而且我们还有原子笔。你一定没有想到，我们还有铅笔盒，可以放你的文具组合。另外，我们还有水壶大哥大。口渴了吗？可以喝一点水哦，容量很大哦。我们要顾及到你的需要，我们还有娱乐用大哥大，也就是玩具大哥大了。喂，哇，很像吧？一定可以满足你的虚荣心哦。另外呢，我们为了价位问题，我们有种最便宜的大哥大，也就是普满大哥大，可以存钱，必要的时候呢，你可以带这种大哥大到大陆同胞面前去炫一下。比如说呢，那边有蟑螂哦。哇哇，真是太炫了！我们居然可以拿大哥大来砸蟑螂，哇，这样实在是太炫了！我们在大陆同胞面前一定可以展示一下我们台胞有多骚包。总而言之呢，我们做了这么多的造型的大哥大呢，只为了一种目的，那就是要满足我们伟大 ROC 人民的虚荣心。哦，对不起，我有电话，请相信这是真的，大哥大，喂，请你等一下，还好是他们打电话过来，不然呢，通常就是我打电话过去，请他们赶快打电话过来，这样子我可以省电话费。喂，是，我知道，有个漂亮女孩来了，好，谢谢你啊，谢谢，大哥大队伍，预备，来了。喂，我是，我知道，你被开除了，我现有好多大哥大用不完呢，生日啊，对。ROC 系列，咱们下次见。这里是华视，即将为您播出。